回，我是多米尼加人，今年是19岁，我家有6个人，我住在圣多明戈市，我是瓦斯语言学院的学生，我会说西班牙语、韩语和英语。我在外学生会已经是1个月了。我觉得圣文是很优秀的语言，可是一点难。我喜欢生活文化，因为和家里厉害的文化书完全不同。我喜欢和生活沙，也喜欢亚书赛，也爱看生活电影和电视。我每天都听生活电影，懂中文歌，因为中文歌帮助我学习中文。我希望能到中国去学习英语，也看中国的风景。感谢一切，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，它的语言是天上最多人使用、最多的语言。除了中国和台湾，还有移民是世界各国的华人，都使用这个语言。汉字很优美，汉语的英语很动听，我都非常喜欢。中文里随读只会反映出了生活民俗的意思，和价值观这些都流传了无数个时代，对华人来说非常重要。虽然对我来说学习生活有一点难，可是非常优秀。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意见，当然也需要投入很多努力和时间，但是成果就暂时无法比拟了。介绍生活朋友，我感谢我的生活老师，并感谢韩语校，他让我学校里设个美好的课室，是当下一切，谢谢。你在说